大家好，嗯，很高兴能够来到秘鲁，然后也很高兴能够体验到你们的文化，啊，我非常的震惊，然后这里有美丽的风景，还有美丽的人，可爱的人们，啊，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互相访问，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来到秘鲁，更多的秘鲁人朋友来到中国，谢谢大家。